双眼佛号中，人人三步一跪拜。队伍中从印尼嫁到台湾18年的方女士，跟着志工一步步朝山。真的很感动，听那个声音都开始了，可是我不懂哎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可是还要去哭着哭。丈夫往生，大儿子国中时也因为罹患脑瘤，不幸病逝。慈济人陪伴下，方女士鼓起勇气面对人生。 认识世纪大概8、9年了，从我老公在到现在，他对那个佛好像很有缘呐、啊。那刚好有这个朝山的机会哈、哦，那我就想说赶快通知他，没想到他对佛号那么的感动。东势联络处朝山活动，大家虔诚一念，让佛法入心入行，进而走入人群，关怀的心不间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、徐连之台中报。